喂，你知道吗？我昨天去酒吧呀，被一个00后小哥哥搭讪了。就你这样的，还有小哥哥跟你搭讪？哎呀，你不能看我现在这样呀！你等一下，我给你还原一下我昨天的美貌。就我这张老脸啊，昨天去玩竟然被一个00后小哥哥搭讪了。当时我就问他呀，你知道我多大了吗？你过来搭我讪。他竟然说我看上去啊跟他差不多大。女人化了妆呀，真的可以让你看上去改头换面。如果你看了很多大博主的化妆教程呀，都没有学会，那今天就让我这个小博主呀教你一个有手就会的超简单新手化妆教程。记得点赞收藏学起来。第一步呀，就像我这样给皮肤做一个基础的护肤补水。如果你平时化完妆呀2个小时你就脱妆卡粉了，一定要去试一下这种不脱妆可以自动定妆的气垫霜。你用它之前呀，只需要去用清爽型的水乳就可以了，水乳完全吸收，脸上干爽滑溜，不粘不腻，就可以去上这款气垫霜了。不需要隔离，不需要防晒了，它含有十几种养肤成分。像我是暗黄的皮肤，我用呢就是03号色，用了它呀，可以丢掉你桌子上的瓶瓶罐罐了。你就给它4-5分钟时间，用手摸着，干爽不粘腻，它就自动定妆成功了。防水防汗效果也是绝绝子。平时咱们爱运动跳舞、流汗脱妆姐妹，你就更要去用它了。出油出汗，就像我这样，拿纸巾给它这样按压蘸掉。来，咱们看一下纸巾上是不是只有水，没有任何一点的粉，并且脸上也没有脱没有掉，不用你打任何的定妆产品啊，也不会沾你的高领衣服。你家的底妆化完妆。脸都不敢碰，看看咱们呢，真的超级的霸练。现在活动你拍下呀，还给你多送一个替换芯，把心揣肚里去呗。来画一下眉毛，来点腮红提升一下气色，下巴来点，鼻头唇峰，来画个眼妆。高鼻梁一定要修，小鼻梁也要修一下，这样看上去脸更小。先打扮，爱打扮，不涂口红不好看。别看这小刷子便宜啊，刷出来口红真的超好看。弄一下头发，妆面完成，你学会了吗？全程无美颜、无滤镜、自然光拍摄，是不是瞬间年轻20岁？所以说，女人一定要化妆。底妆咱就用这款不脱妆可以自动定妆的气垫霜就可以了，省时又省力。一定要按照视频里边我教你的正确方法去用，你真的会爱上它的，真正让你做到日落妆不落，天黑脸不黑。